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伙伴，谢谢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、贵人，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在现场每一位跟着我们打拼、跟着我们一起打拼到现在，有里长，有彦童议员，甚至有一些人他请我不要提到他的名字，默默的付出陪伴着我们。在这一路上，我还是再一次跟大家报告，这一场选举没有罗廷伟一个人赢家，而是所有的市民都是赢家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场获胜的选战当中，我们要持续兑现我们过去努力承诺的每一样政绩政见，我们要持续扩大，我们要并且努力。我也再一次的承诺，在选举过程的抹黑攻击都将在选后过为过往云烟。我们没有时间，因为我们只剩下2月1号就要就职，我们要立即收集所有更多地方意见领袖以及议员所交代的地方事务，全力以赴进入到立法院，为台中市来争取，为台中市来努力。我也要跟大家特别感谢，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说这些话。我们没有完美的胜选宣言，我们只有满满的感恩感谢。到刚刚我还在确认我们真的可以宣布了吗？我们的议员郭廷辉，我们的议员郭廷辉，我们的议员郭廷辉，郭廷辉到帅，郭廷辉到帅，郭廷辉到帅，廷辉廷辉郭廷辉到帅到帅郭廷辉。我们也花了许多的时间，在这一场选战当中不断的请益拜票。接下来我将启动一系列的卸票行程，并且深度的拜访许多的意见领袖，持续收集台中需要进步的关键，就是我们的地方民生。我也将跟卢秀燕市长一起携手共创台中更好的龙井。在这边千言万语，真的，其实我有准备演讲稿，但对不起，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感谢。我是不是最后有安排一个桥段，请容许我弥补我一辈子的一个遗憾。我先借这个机会先请彦童议员还有我们邱特助、林佩涵议员的代表爸爸妈妈先往前移驾一下，留下我跟我太太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我要跟我的太太求婚，因为这一辈子她都陪伴着我，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太多我们两个的生活，他都在帮我顾孩子。我们也很急促的结婚，忙着选战，忙着服务，忙着倾听大家的心声。我欠他一次求婚，所以我想借用今天大家的这个契机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这个遗憾。我想我太太陪着我，让我能够
获得这场选战很多的协助，又给我三个宝贝，导播，谢谢你。赵哥，赵哥，金箍围袜过后，婷宇，我爱你，谢谢，谢谢。10秒钟，停顿10秒钟，九，对，老哥，我想我太太在未来日子也要持续的陪伴着我，我们也会在这一场后续展开我们的情谊之外，我们也必须马上赶紧上任，来为我们中西东南所有的市民服务，还请我的太太能够多多包容，好吗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